关于严，我觉得是严管、严监、严管，就是依法从严监管市场，依纪从严管理队伍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地指出，要实现监管的全覆盖，强化机构监管、行为监管、功能监管、穿透式监管、持续监管。我们要认真地对标对标，针对股票市场、债券市场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等各领域的各个环节、各个主体，要全面的检视，并且加快补齐监管存在的一些短板弱项。我们还将瞪大眼睛对问题机构、问题企业强化早期纠正，对各类风险及早处置，对各种违规行为露头就打，对重点领域的重大的违法行为要重点的严打，特别是一些触碰底线的，比如说要严打造假欺诈，严打操纵市场，严打内幕交易，这些触碰底线要严厉打击。在队伍管理上，我们也将刀刃向内，严抓严管，真正在政治上、专业上、作风上、廉洁上都过得硬，来打造一支监管铁军。